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6页最后一行：“叹彼佛刹。”请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这个赞叹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的，让我们联想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像世尊一样赞叹。由此可知，弥陀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十方一切诸佛都比不上啊！他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功德啊，无量的悲心开净宗法门，度无量无边苦恼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人难信易信，只要不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会欺骗我们，有阿弥陀佛，有48愿戒引众生，那我们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
这首偈很普通，要多念，要多记住，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极乐世界。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第三首，赞佛国土，极乐世界国中万福，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下面呢，解释。其形色、形状、颜色、光明、相好，明、数量，明是讲种类，说不尽的，数量也没有办法说清楚。都不能成熟，说不尽，也无能轻便，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清清楚楚地把它辨别出来，它太多了，无量无边，说盖彼土殊胜微妙，非言思所能及。言是言说，说不尽；思是思维，无法想象，太微妙了。故曰：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赞叹他，种种庄严，如一法句，即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他的体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从这一个体出现的。法身没有相，法身确实充满真实无量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是智慧，具足真实智慧，这个智慧无量无边。具足功德，功德不是外头来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相好。相好是形象，六根能够接触到的，也是无量无边，无法想象，无人能说出来。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
啊，真正是立四句，绝不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如果不是在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一定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见到。啊，虽见到，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因为见到发生，圆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望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阶级，见到圆满的发生，啊，等觉才见到啊。圆满发生了，前面40个位置也见到发生，不圆满，是分证。啊，古人用月亮做比喻，把圆满的发生比喻做满月，啊，15，你见的是满月。满月之前，从月牙啊到我们农历的14，啊，15是满月，14都是分证，一天比一天见得多一点，啊，到15圆满，啊，15是究竟。见到14之前是分证见到，不是圆满。这才能真正的见到自己本来面目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发生变现啊，发生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啊。哪些没有缘呢？等觉菩萨以上就没缘了，他们所见的是什么？大光明藏，一片光明，那是法身。法身不生不灭，法身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啊，我们所体会到的虚空法界，都在法身之中，没离开法身。离开法身，它不能存在。啊，像我们看电视，频道所显的这些现象，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就不能显现，屏幕就好像是法身啊，要依靠屏幕显一切现象，所以现象不是真的啊，现象都是生灭法，常寂光不生不灭，所以现象不能说它有，
不现象不能说它无，古往至今多少聪明人在探索这个问题啊，用的方法对了就有缘。这方法是什么？戒定慧啊，持戒得定啊。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智慧开了，这个境界就见到了。啊，智慧不开，见不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一些，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要不给我们说明，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一真说得好啊，一报是环境，正报是居住在极乐世界的那些人。那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阿弥陀佛，除佛之外是菩萨，是佛的学生啊，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都是菩萨，而且都是大乘菩萨。为什么？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呢，这就是大菩萨。没发菩提心不能往生，所以菩提心重要。前面我们学过四土三辈九品，通通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能往生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故下云啊，后面这个两句，功德普庄严，如是妙土，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故云诸国诸佛国难比，比不上。啊，诸佛国也是我们自信变现的，极乐世界还是自信变现的，通通是自信变现的，为什么还有差别？这个差别怎么发生的？华严经上佛告诉我，这个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不外乎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再加上个唯识所变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就完全相同啊。什么地方没有唯识所变？十宝庄严土，每一尊佛都有十宝庄严土啊，释迦本师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
啊，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十，啊，八十五些五十一心所没有，只有心一线，没有十变。那我们这个世界，除了华藏世界是心现之外，其他的九法界都是十变的。啊，九法界里面还包括是佛法界，啊，也就是其他的十法界。唯识所变，所以十法界里头，佛法界那个佛是什么地位？这个不能不知道。贤首天台都说，那个佛的地位是相思即佛。啊，佛在经上讲的戒定慧三学他都懂得，而且依教奉行，学得很像。为什么叫相思？他没见性。烦恼扶住没断呢。他还是凡夫啊。六道里都是凡夫。佛大乘教叫他做外凡。十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内凡。啊，把它分成内外。啊，内是靠近觉悟。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要断无明。无明真的断了。什么叫无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断了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所以它是属于识。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越来越严重。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分别也断了，那就是菩萨。阿罗汉还有分别，啊，执着断了是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这一些。理事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知道怎么叫修行，修什么。啊，大乘教里面修行就是在境界上练功夫。练什么功夫？练不执着。我对于世间一切法其情无欲，不再执着了，一切都随缘，不放在心上，这就是阿罗汉。
啊，如果是真正断掉了，断掉就证阿罗汉了。阿罗汉修什么？修分别，因为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之后了，他就提升了菩萨。菩萨不分别，菩萨在向上提升就成佛了。菩萨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佛。啊，修什么？就修这个。所以用什么方法修，什么方法都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道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所修的是一桩事情，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如果你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就叫六道凡夫。啊，凡跟圣是从这来的，不能不知道。明白了，那就晓得，真修行就是看破放下。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教给我的，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就看破了。啊，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看你放几度，你在哪个位置上。啊，真正不分别了，就证阿罗汉果。六种神通现前，啊，智慧德能都现前。啊，叫小乘。啊，不分别是菩萨，菩萨的阶级很多。各种判教不一样，啊，那个关系不大，没什么大关系，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总而言之，还是要用看破放下，啊，不能停止，还要努力。证得阿罗汉之后，一定要向上提升，去做菩萨，是行为的菩萨，是诸位的菩萨，是行为的菩萨，是回向的菩萨，是地菩萨，才有等觉妙觉，才圆满呢。啊，所以极乐妙土，妙不可言。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欲是超过。啊，故云诸佛国难比。不能跟他相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叹发大愿，这个叹是赞叹，赞叹发大愿的人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人要发大心，为什么？希望早一天成无上菩提。菩提就是大觉，大觉从哪里来的？从心量大来的。那个心量大的人，无比的广大，是佛。心量小的不能成就啊！这两句话提醒我们，人的心量小，念佛，像欧耶大师比喻的时候，念到风吹不动，雨打不湿，这做比喻，没有发菩提心，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还是六道里的凡夫。那么有个人成就，无论是事法是佛法，成就的大小跟心量成正比例。你有多大心量，你就能有多大成就。学佛要成无上道，超越时间太大太大了。那我们学佛要用什么心量？要像释迦牟尼佛的心量，要像阿弥陀佛的心量，你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了生死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还要脱离十法界。不发心怎么行？不发心，你对这个地方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舍不得障碍了你。啊，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赞感人发心，感叹有这样发心的人啊，十方菩萨看到极乐世界庄严清净，超越十方国土，啊，这是环境。见到极乐世界了，这么殊胜。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去的呢？佛号功德，是念佛去的。啊，信、愿、持名，这叫三资粮，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虽然说欧耶大师讲得好，能不能往生，
完全在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都在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如果你说往生的条件只要有幸有愿，我可以不要念佛，我真信，我真愿意去，到后来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错了？没讲错，你是有资格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你的位置，你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没有个地方容纳你。啊，下下品往生的人，至少也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一句十句，只讲最少的。啊，一生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个十念一念说下下品啊。你要是一念一句都没有的话，那下下品你都不能续，你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子回头了，那个地方没你的位置。这我们也晓得，好像上学去读书，学校让你进去了，没有这个班级，你想进哪？没有。这个道理要懂。那么念佛功夫越深，品位越高啊！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就不在凡圣同居处了。功夫成片，就是方便有余土。啊，什么叫功夫一片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他能做到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就是一句佛号，不拘多少，计数不计数都没关系，关系在放得下，什么都放下，都不管了，这个重要。啊，世间事，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了怎么样呢？也不放在心上，心上还是一句佛号。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普度一切啊！所以信、愿、念佛，这叫三资粮。念佛是行，信、愿、行，三资粮具足啊！你只具足两条，第三条没有，不行。许许多多人在那天才悟会啊，读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看到欧耶大师这句话，欢喜啊！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心愿之有，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么你不念佛，一生佛也没念过，你到极乐世界去，没有这个品位，下下品品位，临终一念十念啊，没有品位什么？到了那些你没有立足之地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不能不知道啊！老实念佛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信有愿，后面加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万修万人去。
啊，这个底下说，佛号功德，普度众生，引发大心。啊，发什么心？下面说了，愿即成佛，业如啊，业成就如是超脱。要愿自己成佛，念佛成佛，成佛之后，你的佛苦要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行吗？行。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心自然成。为什么自然成？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啊，再怎么样呢？没有语言看不到。是这么个关系啊。那古德告诉我们呢，净宗法门，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这个话什么意思？极乐世界遍满法界，这是事实真相啊！极乐世界永和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变成什么？变成一佛土。这个佛是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什么意思？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那成佛了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只要成佛了都叫无量觉。你明白了没有？所以只要成佛了，你居住的佛土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究竟圆满了，一生就是无量生了。一生叫阿弥陀，无量生叫各种不同的名号啊。万佛经里面讲了12000多个佛号，佛号讲得完讲不完讲不完，真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所以整个法界说到最后一法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我相信学佛的人听到耳熟，意思你没懂啊？你要懂就晓得，诸佛是一法身。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佛，跟佛还是一法身呢？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极乐世界是妙土，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妙土。也不例外呀。啊，到最后回归到一个原点，回归到自信，功德就圆满。
啊，我们要常常有这种概念，心量自然扩大了，慈悲也就随着心量扩大了，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有爱心呐。啊，佛法讲慈悲不讲爱，为什么？爱里头有情，慈悲里头没有情，有智慧。啊，换句话说，以智慧为体的爱叫慈悲。啊，慈悲里头加一点感情，就是爱。不同在这里。佛法殊胜，学了之后，利益无量无边。啊，学了以后，确确实实对内帮助我们化解了贪嗔痴慢疑。啊，再深入一层，化解了妄想分别之处。你成佛了，化解贪嗔痴慢疑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对外、对人、对事，化解了怨、恨、恼、怒、烦恼。外没有怨恨恼怒烦，内没有贪嗔痴慢痴，贪嗔痴慢疑，你说你快不快乐？你幸不幸福？这种生活是不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内没有贪嗔痴慢疑，外没有怨恨恼怒烦，生活在哪里？生活在智慧、清净、平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在哪里？就在当前，一步也没离开，境随心转。你说不是，你当然不是，你有恼怒烦了，你有贪嗔痴慢疑，你见不到这个世界。你必须把这个错误念头放下丢掉，它就现前，法性土就现前。通通在一念，下面念老引维摩经来说，如维摩经云：一住净果，严实之寺，成即佛土，亦能如是嫉妒尽未来际。维摩经上讲，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清净国土庄严自己的国土，那成为自己的佛土，这是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用五界时间去考察、去学习，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他都到了，都去考察，都去参观，都去
学习，回来之后成就自己的国土。自己国土怎么来的？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微妙的大乘，啊，诸佛国土里面的好事，极乐世界全有。诸佛国土里头还有一些欠缺的，极乐世界没有。这就成为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第一殊胜。希望这些菩萨们都能发无上心，都能成就菩提，自己度众生的国土就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这就是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啊。再看底下这一段，佛光一众啊，这里就分两个小段。弥陀放光，应时无量尊，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这佛放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问贤感应道教，如来放光加持，这个如来是阿弥陀佛。啊，宋译本里面说，尔时彼佛无量寿，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其光从彼面门处。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这从宋译里的经文非常明显，就是无量寿佛。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微笑现金容，啊，与彼佛金容示现微笑之相，啊，阿弥陀佛微笑现这个相，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会书里头也有说，应时应菩萨发愿时，心孝受记之相，如来常住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禅定啊，梵文的意思是正定，三翻作正啊，三昧是正定。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菩萨
住真定，无有不定时。啊，定是什么？心里面没有一个念头。啊，这叫正念，正念是无念。有一个念头就不叫三昧了，叫起心，起心动念。啊，起心就是动念，动念就是起心。啊，中国人常常把它连起来在一起讲，起心动念，动念起心。啊，那怎么样？那就不是佛了。佛心不动。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常住三昧。啊，所以也可以说他是自性本定。没有起心动念，常住三昧。于是将于说法，安详而动，故佛性湛然，无息无有。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记住。我们学佛，希望能跟佛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能湛然不动，像水一样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叫湛然。佛心湛然，七情五欲没有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全没有。为什么？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妄心啊。所以他没有欢喜，他没有忧虑啊。忧虑是烦恼，喜也是烦恼。为什么？动心了，真心一动就变成妄心啊，不是另外有个妄心，不是，真心动了叫妄心。六道凡夫全是妄心，为什么？心动了啊，天人欢喜，三途有恼，都是动心的啊。修行人修什么？修不动，没有办法叫心不动，这个功夫太难了，总是会有念头。那静中的方法就妙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方法。要动念，只有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念头，无息无有。这是什么心？这是佛心。佛心就是真心，无息无忧的心是真心啊，无动无想。这就对了啊。中国人造字，中国的字有意义啊。你看想，心里都有相了。你想一个人，有个人相；想一桩事情，有事相。想就有相，思呢，思就有分别了。你看思，心上面是个田字，田就是画格子，分别。心有分别叫思，啊，心里头有相叫想。思想是妄想啊，那么佛呢？无思无想，
无喜无忧，这是正常的，这是真心流露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能真做到，这个人大功中正。啊，没有欲望，没有私心，啊，那么佛这个时候看到大众赞颂，佛现了微笑，这微笑就动念头了。啊，动什么念头？说法。啊，你看，若将受记时，先心笑。这受记是开示，为大家说法。啊，受记之下。如来常住三昧，将于说法安详而动。啊，你看这动，不像我们。现在社会，所以很麻烦。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想求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好老师想传授学问，找不到学士。为什么找不到？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我们细心去观察，你看各个年龄阶层的人啊，从幼儿园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啊，在社会上工作的这一些青年壮年，再看老人，哪一个不心浮气躁？难得见一个心情清净的人，找不到啊！啊，老年人也发脾气，也有怨恨恼怒犯呐。心里头是贪嗔痴慢疑，这十个字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普遍看到，这麻烦在哪里？麻烦圣教不能推行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书在啊！啊，人可以念，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就是这十个字：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有这十个字，学生有这十个字，老师不能教。老师有这十个字，没有办法教学生。
为什么？学生不相信呢？你自己没做到啊，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彻底放下。不管是好念坏念，一个念头都不能有。啊，无喜无忧，清净心现前了，没有染污，没有波浪，没有动摇。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第四条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他没动，他没有摇晃过，像水一样干净，不动，没有波浪。啊，若将受记时，显心效。啊，佛的舌相波净，释迦牟尼佛的舌相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的舅父没关系，就是那我们的李老师是没关系的学生啊，没关系。有一个好像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尖，经常有舌头能够舔到鼻尖，好像是三世不忘语才有这个好像，所以他讲经人家喜欢听相信他。三世不忘语可以填到鼻尖啊，那要多少世不忘语，这舌头会把脸盖起来。所以舌相薄，舌相清净啊，什么颜色呢？像赤铜色。啊，这金色。啊，那么舌上有五化，如印纹。笑时动舌，出五色光，这个舌能放光。啊，这个五化就出五色光。宝积经里都说诸佛常法啊，就是常常有这种现象。若受地狱众生即是二十光明两足下目，乃至若受菩提记二十光明啊，从顶上摸就放光，放光以后光回来了，回来的是从哪个地方消失呢？要是为菩萨受起光从顶入，跟地狱众生受起呢，光从足下入啊，回光过来啊，光到哪里去了？光从足下没有了。那我们再看此地，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纯一大乘，更无余尘际，通通是受菩萨戒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也是大乘菩萨。为什么？不发大乘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前面三辈往生告诉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心，往生条件第一个发菩提心，信愿就是菩提心，一向转念，三辈往生条件是相同的，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忘掉菩提心就是清净心、真诚心，我写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我写了十个字，大家好记第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清净正觉、慈悲修行下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专修净土处事待人接物常常想到要用真诚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我们修佛，佛菩萨都是用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根。那菩提心起作用，就是清净平等觉。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看大家看到佛光是从佛头顶上入进去的就光收了光放出来之后收的时候从顶上进去这就是这对象是大乘不是其他的罗汉全教人天不是的故曰从顶入位移是放光之音盖为当受菩提心这是说为什么要放光是为了受菩提心这是说受头受记加强书里面说证明受记表得实际这个机缘成熟了应该给他们受记了好像学校读书考试圆满了通过了应该要授给他学位所以心消口出面孔微笑口出放光先还从顶入者表吐言说未无受至极发生之极这个意思是佛为佛正为大众受记这个记是至极发生之际是成佛之际不是给你说
菩萨的戒，啊，是受佛的戒，就是大家将来必定成佛。啊，在什么地方成佛，都会跟你讲清楚。啊，这么多人，大家成佛也有先后不同，过途也有不一样。啊，成佛为什么？成佛为度众生，不为自己。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意味，佛正为大众说起，因时机成熟，故现微笑，并放光，光明从口而出，遍照十方，光回绕佛三匝，然后再入佛顶中。此表，这个表示为众所受之戒，受的戒是至极发生之戒，就是究竟果觉，究竟果觉就是成佛。啊，又《妄习疏》里头说，诸光明照十方，啊，诸子想光明照十方，还入菩萨顶者，以华严表授菩萨成佛之际，这个《妄习疏》里头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受什么戒？为菩萨受成佛之戒。菩萨有感，弥陀有应。我们这边真正修行，如理如法，如佛所说，我们都能做到。啊，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忘记苦难众生。我到极乐世界是为什么？是为成佛。成佛为什么？是为度众生。现在没成佛，我想度众生，智慧、神通、道理都不足，啊，没有办法教化他。啊，这些有缘众生，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想到了，都属于有缘众生。啊，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哪有不照顾的道理？这个要懂啊，阿弥陀佛照顾，他就现身说法，啊，就有感应了，啊，我们用这个来感呢，佛会有应的，啊，所以用华严经来解释，啊，受菩萨成佛之际，这就对了。再看下面一首，会众互庆，啊，这些人互相感到幸运，非常幸运，非常欢喜。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这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证得了。啊，不退位是成佛，不退转为菩萨了。啊，对谁说的？全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
这个不退位就是阿惟越致菩萨，真的了，真正的了。我们讲化身大士，不退转，不退者，不退转之六尘，即阿惟越致菩萨。是故，实回一切众。当时跟着佛在一起的这一切大众，敬叹佛光未曾有。稀有难逢，不是这种因缘聚会，佛不现这光明。佛能现这光明，是看大众修行成熟了，个个具发菩提心，愿处尘劳等别。尘劳是六道轮回生死，还包括十法界，脱离六道十法界，这就出了十法界。真的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是入十宝庄严土。在十宝庄严土里面修行，到等觉地位，佛才给你受这个戒。所以这些我们一看就了解了，这些人通通是等觉菩萨，所以发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登彼岸，这是如来大涅槃的彼岸，极乐世界毕业了。幕后这个两句是佛说法了，弥陀放光，放光之后就说法，故下面说佛与凡雷震，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佛音清净，称为梵音，又如大梵天王，所以也叫梵音。梵音通常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表佛菩萨的清净音，一个是表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四禅天里面初禅天王，修清净心，身心清净，所以称为梵天。故曰梵音。智度论曰：如梵天王五种声从口出，
这是经上常常对大梵天王的称赞。第一个，甚深如雷，啊，像打雷一样。第二个，清澈远闻，闻者悦乐，啊，音声好听，听到生欢喜心。第三个，入心敬爱，听了之后恭敬心能生得起来，慈悲心能生得起来。第四个是地了一切，啊，地了是真正如实的明了，啊，他所说的意思完全能听懂，啊，能够理解。第五个是听者无厌，听不厌，喜欢听，啊，这是大梵天王音声的五种德相。初禅天不很高啊，上面还有二禅、三禅、四禅，再上去还有四空天啊。初禅天、梵天，凡是清净，我们羡慕他，怎样学习？日常生活当中，言语要真诚，这第一个。要温柔，没有暴力的现象，要清净，没有染污，啊，要平等，没有分别，啊，要慈悲。别人听了生敬爱心了，敬爱是道德的根本啊，爱就是孝敬，孝养父母是爱啊，奉事老师是敬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啊，时时刻刻自己总是从孝敬心出来帮助别人，回归到孝敬，这就对了。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念头，就有感应，啊，加强书里头，啊，这个下面讲的是比喻。加强书云：震雷能和动物亲，是惊醒动物，啊，动物听到打雷，都到处跑。啊，这真静取这个意思。啊，譬如说法皆能动无明之识。啊，舍是情识。情识都是烦恼。
啊，听了佛说法，明听懂了，明白了，啊，能把无明烦恼放下，有这个好处。又经言书里都说，正法雷者，发无碍智，化众生也。啊，是这个正法，正法雷，法是无碍智，啊，智慧，佛菩萨言语都是真实智慧，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些人所说的东西通通都从自性流出来，没有通过阿赖耶，就是没有妄心来障碍他，他的东西是正法。啊，今天讲精华糟粕，他全是精华，没有一个字是糟粕。这什么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初住以上的菩萨，在别教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啊，所以经典的翻译，我们年轻时候有怀疑啊。为什么怀疑？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古文，老师叫我们把古文翻成白话文，我们四五十个同学每个人都翻一篇，没有两个人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联想到佛经当年翻译，这些翻译的人会不会犯错误。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凡是进入译场、翻译场里面的人，都是修行正果的人，啊，参加翻译的阿罗汉以上。啊，比阿罗汉低一阶，三苦阿那汉，最低是阿那汉，三苦圣人，啊，罗汉菩萨，他们的动手翻译啊，啊，最后决定的，决定取舍，或者把你修订，啊，最后定稿的人。都是法身菩萨，那就是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经过他们看过才能流通，他们没有看过不可以流通。啊，这是取信于后人啊，不像现在，现在拿去翻译都是反复，反复翻错了，当然有，不能没有。三国以上就不可能有，啊，还要经过最后通关的法身菩萨把关，祖师大德，啊，像鸠摩罗什。玄奘大师啊，这些都把关的人怎么会错？他们要负责任啊，经里头犯错一个字，意思不对了，要背因果的。
那个罪很重啊！啊，所以像这些，我们都应当要知道，我们对于经典才能产生信心。啊，包括下联句、老句是汇集这个经，你看它汇集的多好，天衣无缝。啊，每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他把它拉出来重新组合变成这部新本啊，谁给他印证？他的老师慧明老和尚给他印证啊，再有这些大德都不是凡人啊，总印证海贤老和尚啊，112岁，手上捧着若要佛化心唯有僧赞僧，来给我们做最后证明。证明什么？证明第一个净土宗无量寿经是真的，真经决定没有错误啊。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他汇集也慎用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我们能相信佛法灭尽之后，这还有9000年，已经过了1000年，还有8000年，8000年之后佛法在地球上统统消灭了，最后的一部经还留住100年，就是这个本。所以念老还编了一个进修戒要，那是什么？让我们做早晚课用的，工作繁忙的人没那么多的时间啊，用这个简单的课诵。课诵虽然简单，只有32拜，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内容非常丰富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些法门通通都在里头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从这留下来的典籍，我们来看下联句老居士不是凡人，黄念祖老居士我相信也是菩萨再来，啊，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本子，帮助末法9000年这些众生能真正开悟明了，要靠这个注解啊，认识净土宗啊，要靠这个无量寿清净平等究竟，要靠这个本子啊。所以接着净严疏都是引祖师大德的著书来解释啊，正法雷是法无碍智，
教化众生的。唐寅的里面说正大法轮，开悟一切。啊，佛说这个法，令一切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这个。啊，那么综上注解，古大德的注解，合起来看，为弥陀说法音声，如梵天王。演说法要，如大雷震，开悟众生。此乃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话。啊，下面说八音长妙声，一佛如是。啊，八音底下把名字说出来了，如来所得。八种音声，梵摩喻经有说，这个地方的几句是从梵摩喻经里头揭露出来的。第一个是最好声，其声哀妙；第二个是意了声，言辞变了，很容易明白，你能够听得懂。第三个调和音，大小得中，啊，闻者和融，自然会于中道之理。啊，它有这种功能在里头。第四呢，柔软声，其声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入律。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的人心浮气躁，但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浮躁的气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第四，柔软身，其身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入律。啊，第五不误神，言无错失。啊，闻者过得正见，就是他听的理解都正确，没有错误。立九十五种外道的邪非。啊，第六个是不女神，其身雄朗，闻者敬服，魔外、魔王、外道都归顺。啊，听见生欢喜。第七个尊慧声，言有威俗，有威仪，如世尊。啊，如是尊重世间人，对他非常尊重，有慧人生，有智慧，闻者尊重，智解开朗。这是解释前面这一句话，世间尊重啊，有智慧的人说话有这些好处。第八呢，深远声，其声深远，犹如雷震，闻者皆证甚深之理。我们知道佛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科学这些工具啊，他讲经说法，弟子三千人，三千人是相当大的广场啊，他都在树下，都在水边啊，风景好的地方，大家席地而坐，应声如何能让这三千人个个听清楚，个个听明白啊？这是我们现在人怀疑，
现在有扬声器，有扩音器，可以做到。过去，这就是佛的神通道理。啊，佛有智慧，佛有六种神通。啊，能令说听没有障碍。啊，大家说话有问题，问佛，佛能听见。佛说话的声音，全场也都能听见。啊，通通能得利。下面又八音者，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家乡思源。一者响，音声响亮；二者彻，彻透彻。不管你座位跟佛是远近，都能听到。啊，三声音清，啊，清凉自在；第四柔软；第五是哀；第六是亮；第七是和；第八是雅。啊，雅，凡是正说都属于雅，这个叫你听的，不会有邪知邪见。常这说也，身说也，啊，舒畅。我们一般人讲说的人很痛快，听的也很舒服，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如阿弥陀经云，其音眼长无根无力等等，啊，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啊，妙声妙法音声，弥陀具足八音，言说妙法，故云八音常妙音。啊，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都具足八音，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啊，所以说八音常妙声。啊，看了这一段，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佛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老师，跟中国孔子一样的身份，跟中国孔子一样的成就。孔子在中国，他在印度，跟孔子差不多时代，比孔子早一点。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24年，比孔子早。境界相同。啊，于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大宇宙里头，众生很复杂，遍满虚空，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刹土，每一尊佛的教区都是3000大千世界，
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还有一尊佛叫两个三千大千世界，叫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有五六个大千世界。每一尊佛发的愿不一样啊！佛佛道同，智慧神通道理完全相同，法愿不同啊！所以成佛教化众生多少啊？地区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度众人数有多少？个个不相同唯独阿弥陀佛他是究竟大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都是无量无数无穷无尽我们只能用这些话来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他实在是太伟大了，无与伦比我们要最重要的，我们读经，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悟处。这部经，我念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常常有新的悟处。所以每一次讲不一样你说听哪一遍能多听最好，不能多听的话听最近，越讲越透彻，越讲越深入这一遍讲也时间长，两三年了还没讲完，讲得很详细，偏重在修行大致上我们了解咱们怎么去一定要去决定要掌握这一生，我不愿意来生，这一生就得要去所以这一次的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偏重在心门，偏重在修行，我们真正有把握升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真正满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